想生几个小孩？粉丝们想进一步认识吴尊，了解吴尊内心深处的小秘密吗？点播快问快答，看看网友究竟是哪些有趣儿。最讨厌的人，还有囧，不洗澡，麻辣，高调恋爱哦，给力的问题吗？你真的真大，我都烂了。也看一看我们的小尊尊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吧。呼呼，哇！